有道，你他妈抢银行了！你这肯定是黑钱，想嫁祸我们吧？心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。你这里面的每一分钱比你们都清白。少废话，钱拿过来。给你可以，一手交钱，一手欠条。方总，别给他，他一个臭卖鱼的，100万的彩礼都拿不出来，这些钱里面肯定有说法呀。对呀、啊，臭卖鱼的，依我看，这袋子里根本就不是真钱，是他妈大洋票了吧？哼，方中信，难得说话过大脑，但是很不幸，你想多了。叶无道，我就这么说吧，这里面要是500万真钱，我和雅芝一起吃屎。方总，你发誓别带上我呀！少他妈废话，滚过去数钱。灵儿，这就是你找的好姘头，你问问他那条命值500万吗？天哪，还真是500万！啊！方总，这500万一分都不少啊！你不是跟我说他他妈连100万都没有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钱。现在，该你们兑现承诺。臭卖鱼的，想看我出丑？看看这是什么？神帅出山宴的拜山帖。明天带我面见神帅之后，我把你们徐家的罪状一一列出，你们两个狗男女就等着游街示众吧。谢武道，你们两个给我洗干净脖子，等死吧你们！妈，你们这是干嘛？逃命去啊！逃命！方中信今天去出山宴，找护国神帅告咱们徐家的状，再不逃命，人家就送杀上门了。